哇，这么可爱的迪士尼动画没卡呀？你还记得它吗？不记得了。我没前几天去浦东养护家里带回来的。哦，是那只啊。现在已经做美容了，来看一下。两个耳朵忽闪忽闪的，特别可爱啊，眼睛又大又圆，色素也很好。再看一下它的体型，特别的方正，颜色很浅。哎，我不是这里有三只吗？那另外两只呢？别着急，我去拿。来了来了来了，让波波老师给这两只小美卡也做下美容，用来小美卡了，交给我吧。 跟洗衣机一样，他们打起来了。三只小美卡现在已经全部修好了，看一下。 黑色的是妹妹，还有一只颜色特别浅的是弟弟。这三只小美卡有没有你喜欢的那一只呢？赶快私信来找我吧。